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哭晴。那就是我们的 Boxman Struggle。我觉得我才刚刚打开游戏，我就觉得压力好大哦。这款游戏啊，说真的，单纯靠一个滑鼠就要挑战那么难的关卡，好可怕。然后我现在又在边卡住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它调整一下，这样子。如果立足点越稳的话，其实能够跳得越高。然后像这个山坡的话，我们就一次连续跳上去好了。耶、yeah! ！再次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先扶正之后跳 ，yes。这里也很可怕，这个沙包的位置很难，很可怕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跳下来。再一次，等一下，真的会掉下来。杨梅的。好。哦，这个药罐子超难，每次距离都抓不好啊！我发现啊，这个气球可以打破欸，有没有？虽然说我不知道打破有什么意义啦，可能是成就的一环吧。说着说着，其实也马上上来了、欸。啊，不过这里啊，又是一样的地方，要连续的连续跳跃，连续跳跃是什么意思？在每一次跳跃的时候。一旦有立足点就赶快跳起来，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游戏的精华，应该说技巧吧，说精华好像有点太夸张了。然后至于那个球就不要理它好了。来，这里是一个鬼门哦，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用鬼门这种说法欸，日文说的鬼门就是啊日文说的鬼门就是一个难关啊，对哦，中文说难关就好啦，我说那么难的字。哎、欸，不过说真的，前面感觉也蛮习惯了，但是听说这个后面的关卡很可怕，应该说有很多关才对。哎，不要默默掉下来好不好？我现在可能还在初阶的初阶而已，上面怎么办啊？我看人家的评价里面呢、啊，还有玩五十多小时的，五十多小时，他手没问题吗？我反而比较担心他的手啊，这个斜坡真的不是很好上去，我一直掉下来。等一下，我滑鼠调一下，好，稍微调了一下滑鼠，每次都要稍微调一下。这个不啊，糟糕，这好难上去啊，上来了。然后药罐子这边的话，有戏，我通常都会在那边稍微小助跑一下。虽然我不知道箱子助跑有没有什么用啊，但是我至少感觉起来有跳比较远。好，这边一定要习惯，这边不习惯的话，一辈子就不用过了。来，先上来。啊，这时间点真的是，哪尼？这时间点，等一下，还是我手动太慢了、啊。可是我觉得手动够快嘞、欸！再瞧一下，再瞧一下，等等，要瞧哪里？要瞧哪里？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经过刚刚几次的经验，其实发现真的只能那一瞬间跳起来而已。怎么办？我好像上不去欸，结果这边居然是要靠运气啊！可以在石头上面停下来，但是石头上停完之后呢？啊，可以了啊！不，跳到石头上面之后呢？水火箭那边再跳一次，有 ，yes！ 好，上来这边就简单了，真的吗？累个狂力。拜托一下，不要再掉下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上走啊、哦！这里，我的天哪，这里一次跳好了好不好？我们挑战一下。啊！
好，说着说着，我们又回来了。这里怎么办？我完全没有自信能够上去耶。我到底当时是怎么上去的、啊？OK，Yes，Yes，Yes。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又回来了，要回来几次啊？啊，好，压力好大，压力好大，这里好可怕哦。Yes， 来，我们先把气球，好，压迫哦，然后应该是上面的路没错吧？Yes， 哇，好，这里慢慢来，慢慢来哦，越来越懂这个游戏要干嘛了。好，我们之前就是死在这附近吧？就是这个鬼门又来一次了，哇，那个。不规则的地方好难走哦！这，好难啊！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啊！可恶！跳啊！不行！ One more chance！ 哎，那里真的是很难哎！好，有定点了 ！Yes！然后这是什么世界啊？有个大石头哦，还有电视呢。啊嘞？啊，我要走哪里啊？哦，应该是音响那边吧。是哎，啊，然后呢 ？Keep left。呀！那地图变太快，其实我有一瞬间没办法掌握到底要走哪边。好，至少这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？呀 ，no！ 啊，再爬一次吧！哇，回来了，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呢、欸。千万不要再掉下去了，那个一掉下去，整个人就会崩溃了。不过这斜角真的是很困难呢、欸，不是我要说，刚好设计成这样子，我觉得超邪恶的。然后那个位置刚好上面又有一个被挡住的空间，呀，又掉下来了，啊，够了，这个音乐哦。好，我们再次回来了。好难！这个该怎么跳啊？好可怕！我真的不要再掉到右下角了。掉到右下角很容易是会滑下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等一下，角度应该怎么抓比较好啊？这样吗？上来了 ！Yes！哑巴，一定会掉下来。好，再一次。刚刚的那个角度好难抓哦。这里，再一次，好，冲啊！啊，终于来到安全地方了。啊，先休息一下。啊，下面有个笑脸呢，那不是重点吧？现在是收音机上面嘛，对不对？收音机上面之后，跳到电线杆上面呢，这里也可以休息一下。Keep left， 真的假的、啊？骗人，左边没有地方走啊！还说真的有左边的地方啊？我不想被骗呢、欸。
好，我们用正的方式这样跳上去啊！跳不上去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！哎，啊，好难拉距离。那个小缝缝，然后又要站在那个不规则的形状上面，要死人哦！嗯，果然很困难。嘿，再跳，再跳。好，他说叫我往左边走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骗我，哎，哎，骗我要崩溃哦。好了，只能相信了，往左边走吧。哦，原来是那样子啊！哦，吓死我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反正到了那边之后。有个电线杆要跳到另外一边的电线杆上面，哎，没有看到地图，这样太难了啦，要死人呢、欸！然后这边一样小心哦，不要再掉下去了，这掉下去才真的是崩溃。好，再预备一次，跳。再跳 ，OK。好，这边也稍微有一点。你看，我想要上去那边、啊。糟糕，那你上得去吗？好好好，在这边。哦哦呵呵，爆炸了。Keep left。哎，他这个真的很邪恶哎。哎，这里一不小心就死了。哦，啊！这下，啊啊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那个电线杆的位置要稍微抓准一点。好，掉下来也不要着急。我觉得那边着急的话，反而是我的致命伤。不着急的话，反而不会有什么事情哎，那反而太多了吧。好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等它稳定之后，我再动。再跳一次。哦，糟糕哦，要爆炸，要爆炸喽！好，确实的上来了，我们先跑到这边来。对，就是那个地方。哎，那地方真的很邪恶，真的上得去吗？我想要一只脚先上来耶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知道了，这高连续跳过去，好，然后啊，好可怕，啊，好可怕，等一下等一下呢，啊啊啊，跳过来跳过来了，超开心的。哇，这个地图是怎么回事啊？哎、欸，不过意外的还蛮好跳的，哎、欸，不过是要进这个管子里吧？哦，真的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觉得那个管子有怪怪的哦，真的吗？好了，那我们下去咯，拜托拜托，是正确的路吗？好可怕哦！等一下下去回到原路怎么办？啊，下去一次好了啦。哎呦 ，one way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可怕！我在猜啊，我如果跑到下面的路的话，一定会回到原点。等一下，我先让瞧一下箱子的位置好不好？这样比较安心。哎、欸嗯，好了，这还可以应付啦，没有想象中的远。那里跳的距离比我想中还要短，那怎么办啊？一样要加速的方式吗？